再次掌声，谢谢李丽琴的演出，也谢谢陈忠正老师。大家应该在刚才的演出当中听到这位年轻音乐家他澎湃的情感以及非常深情的人声叩问哦，那展现在这个曲子当中，我想未来相当可期这位音乐家。好，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演出呢，是曲目叫做《人间箫声》。好，前一曲《射空协奏曲》，接着下来《人间箫声》。发现作曲者，这首作曲者是陈百忠先生。这首曲子呢，是在1988年台北市立国乐团的乐曲的国乐作曲的奖的比赛当中是一个得奖的作品哦。那待会大家听听看，不同作曲家不同的内在性格，当他探向人间的时候是用什么样态度面对，非常的不一样。那这次演出的呢，是我们这次比赛中非常优秀的洞箫年轻演奏家唐宣普，让我们掌声欢迎唐宣普的演出以及指挥陈忠生老师带来的《人间箫声》。